我们脸上斑怎么办？其实它也管一部分，但是我们利用了另外几个维次，增加六个，这都是咱们0.16×20的针。我们现在呢换几个40的针，六根，大家看，从太阳这儿往这儿来，哎，从下关这儿往这儿来，从颊车这儿往这儿来，因为咱们斑一般都长在这块儿，我们围着斑过去了。围着搬过去之后呢，哎，它这个是静止的了，哎，这个呢，实际上这个祛斑效果也不错，它增强了。另外，我们由于是皮下针，我们扎的时候并不疼。我们其实快速进针，把针放平，慢慢推，就不疼。你要蹭一下，那肯定疼。在这儿啊，这就是美白祛斑针，啊。美白祛斑，16针，但是我们在美白针当中呢，一定要加电蚂蚁。大家记住，我们在加电蚂蚁之前，贴上给你们的胶布啊。啊，这个胶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告诉大家，胶布的意思。是固定住电蚂蚁在电的时候，它不会掉下来。你不贴胶布，那电蚂蚁这真出来了，起不到治疗作用。而且咱们这个胶布吧，在外边买是5块钱一卷的单买，咱们呢是16个30块钱，不到3块钱，这是咱们批进来的。所以呢，给你们在电蚂蚁当中配了一盒，实际上你们用着用着以后就知道了。再给我来一盒胶布，而且咱们的纸胶布呢一撕就开了。沾别的粘性挺强的，在这个当中，而且它对人体呢也没有什么，哎，比较轻松。是脸上所有的针都加在蚂蚁？不，就是这个针布，这三个针布，祛斑的布，其他都接。这百会没法沾，但是我们加电的时候怎么加呢？大家看，就近啊，一侧这俩一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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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跟这个一副。我们电蚂蚁不要横跨身体啊，两边加，只是一侧一侧的。啊，咱们电蚂蚁使用的方法。另外，我们用它上面有断细波，有连细波，治痛的时候用连细波，它至于神经比较麻痹状态的用断细波。啊，再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当中，咱们的电蚂蚁贵点，那相对谁来演？咱们200-300块钱一个有的是。也不难看，你撵去吧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呜大了，你把病人吓死了，咱们。